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夏小新。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爱惜食物观念从小扎根，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携手民权国小推动校园食育计划，透过有趣的闯关游戏，让孩童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来源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希望从小培养他们学会尊重食物并珍惜资源。小朋友蒙上眼睛试吃桌上的食物，猜对后就可以收集到一枚印章。这是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推动的校园食育计划，和民权国小合作，带领孩童透过轻松有趣的游戏重新认识食材，了解食物是怎么来的。我们市区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非常丰衣足食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很难去体验到饥饿，或者是体验到食品的一个分类。虽然在课程里面我们都有传达相关的知识，但是透过家乐福这样子实地的体验跟探索，还有他们会分组去闯关游戏当中，让孩子做中学，然后学中去了解这个食物跟我们的息息相关，进而去珍惜食物。家乐福文教基金会为响应教育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针对生活中常见的饮食问题，融入闯关游戏，让小朋友产生好奇心，并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原型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非常开心是在台湾现在目前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教导联合国的 SDGs永续目标，所以我们试着想要去结合永续目标跟食物的议题，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去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去看到那些食物，然后问他们，你知不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去闻到食物，你知不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那藉由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以后每天在吃的便当，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食物原来长那个样子。因为很多时候食物经过烹调之后，其实小朋友根本不会知道这个食物其实它背后的原貌是什么。好玩，好玩，因为很有特色。通过这个活动学习到什么？要好好爱物，珍惜食物。生动的游戏不仅让孩童玩得很开心，也能从不同角度认识食物的来源与环境生态的样貌，从小培养小朋友珍惜资源的重要观念。社区好新闻，林廷阳、萧雅欣采访报道。配合政府108年国家清洁周，高雄邮局在局长邱洪恩的带领下，动员50多人协助打扫新兴区东坡里周围的邻里巷道。对于邮局同仁上班时间投入环境清扫，里长表示就甘心，也希望大家合力共同维护干净环境，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穿上荧光绿色的背心，格外看来显眼。高雄邮局同仁，有人拿着扫把，有人拿着铁夹，穿梭在邮局四周进行环境清扫。别小看这些穿衬衫、打领带的上班族，打扫环境还是十分在行。不论是水沟边的烟蒂，或是藏在角落的垃圾纸屑，都逃不过法眼，被扫得一干二净。原来这是高雄邮局为了响应行政院环保署108年国家清洁周，在局长号召下，50多位邮局员工投入邮局周边的邻里清扫。在高雄来讲，我们有156个邮局，每一个邮局除了我们用有的环境会整理以外，临近周遭周边的环境呢，我们也都会定期呢来配合政府，甚至于我们主动的来做一些清理的工作，让民众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用油环境，也提醒大家能够把环境呢保护、环境整理呢当成每天呢奉行的事情。年关将近，家家户户投入环境清扫，高雄邮局把邻里当成自己家里，顾好环境清洁，也让当地里长很感动。做干部的啦，咱讲实在话，高雄邮局吼将东坡里视同家己的邮局同款，整理甲足清气。这次的扫的范围，南华路、中正路、林森路、桥亭路、复衡一路，扫啊真清气，真感恩。不到一个小时，新兴区东坡里、南华商场及周边道路已经被邮局人员扫了一圈，而眼前5、6大包的垃圾，就是大家一起清扫环境的丰硕成果。回到出发点，高喊口号，
也呼吁大家共同维护居住环境的清洁，提升生活环境。维护环境清洁，大家一起来。社区好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道。领略老高雄之美，都发局在古山区设立的登山街创意基地，目前正展出由古山国小学童手绘的社区地图，看一看小朋友眼中所见到的哈马星老街区是什么样貌，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参观。尤其对长辈来说，看到小朋友充满童趣的作品，特别有好感。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图画里有小吃街美食，还有寺庙和学校。这些可爱的图画和铜碗翻身板都是古山国小学生的创作。透过走读社区的活动，将眼中所看到的哈马星老街区画成一幅幅的图案，充满童趣的作品在社区创意基地里展出，希望让更多游客领略在地之美。哈马星是高雄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那当时它从繁荣到萧条，那我们进入这个社区，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些历史能够再重现。那很多住户老一辈的可能比较了解，年轻一世代的他对哈马星过去的历史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再生基地的一个建立，然后让新一代的民众了解他们过去的一个历史。展览感觉怎么样？非常的好，非常的值得，使我这个大收获，很天真啊，真的画得很活泼啊。有水啦，足够的。你看到什么？看到说这孩子好可爱，这样画得这么水啦。今年七月开幕启用的登山社区再生基地，是都发局以老屋活化方式，透过主题展示活动，让更多人领略老高雄哈马星的繁荣历史，也勾起许多在地民众的回忆。欣赏老照片时，能与历史接轨，格外有感。比如说有个科诊所的护士，他就留言说，过去科诊所是有旺季跟淡季，也就是说在渔船出海之前这个渔夫都要来割盲肠。对，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说的话，我一般我们在历史文献上是很难去看到的。那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市政府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民众过来聊天，然后把他们所知道的故事分享给我们。为了拉近与社区民众的距离，再生基地不断推陈出新，举办一系列的讲座和摄影展，每次展出都吸引许多民众参观，更留下一篇篇动人的感想，也为哈马星留下更多值得收藏的文字记录。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音乐可以触动心灵，带动肢体运动。三民区湾爱社区关怀站有一堂音乐课程，老师运用从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让长辈跟着不同音乐情境和乐器的带动下活动肢体，当然也就越动越健康。音乐课程开始，老师先让长辈用坐的，再放些温馨舒缓的音乐，长辈跟着伸展四肢，拍打身体，从里到外，让身体舒醒暖和起来。接着是两两互助，长辈面对面坐着，互相拉动对方，音乐节奏也由慢变快，你一来我一往，好像在做游戏一样，长辈们都觉得越动越有趣。上课就好诶，我当阁袂歹啊！甲阮带阮只老人哦，愈带愈健康啦。休息一下之后，长辈人手一个响板，也跟着不同的音乐节奏，有快有慢，或上或下，节奏短促，不断重复，不时还穿插可爱的动作和高声呐喊，整场音乐活动非常有活力。主要的是要让长辈呢能够主动的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透过主动的参与，触动主动的一个学习，他会改变他的一个人认知，提升他的认知能力，以及提高他的生活品质。这堂音乐课是老师运用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来带领长辈活动，有趣的音乐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之下，长辈们的反应都很好。有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乐器，发觉长辈无形中就觉得听到音乐就是很快乐啊，然后分得去也袂卡啊，即马因为安尼很嗨啊，就慢慢就是不知不觉。都有较改进啊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课程对长辈来讲是很好的。
在大家一起的互动过程，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那长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们会互相模仿，那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去赞美对方，然后也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能触动人心，带动肢体律动，将音乐经过特别的编排，再搭配乐器手势动作和呐喊声，大家一起参与完成这项活动，升华音乐的力量，得到身心灵的满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深入区里，贴近关心，励志人物温馨故事，就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许多活动中心和关怀据点的成立，都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小港长老教会就和港后里结合，举办社区课程，让长辈可以出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带您一起来看看。阿公阿嬷和学生围起两个大圆圈，眉开眼笑的跳起舞，气氛好欢乐。这是小港长老教会和港后里结合举办的社区活动，每周固定有动静态课程，让社区长辈可以出来活动筋骨，放松心情。这里来，我看到有一些长辈，我们就开始筹划成立一个老人关怀协会，我们就慢慢筹划说要帮助这些老人身心灵的一些健全，所以我们就成立快乐学堂班。结束后进入放松身心的静态课，老师用夏威夷琴献上动人歌曲，美妙的旋律让长辈仿佛置身在南方国度里，听得十分陶醉。长辈们很喜欢社区举办的这些课程活动，因为每次上完课后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我们每天上课都很快乐，然后都超乎我们想象的年轻，大家都来这边，原来都是就是比较老态龙钟，现在都是非常有活力。对，退休我来六七档啊，我拢逐日拢来，而且这个课真的足好个，对咱的身体啦，对咱的观念啦，对咱的社交啊，都拢足好个。开班到这将近11、12年了，来这边运动的这些学堂的老人，我看觉得越来越年轻，又有活力，又很健康啊。所以我觉得市政府还是要到整个社区去推动，像我们这个快乐学堂，让这些老人他有去处，最起码他也不会孤单。高龄人口越来越多，如何照顾长者是需要重视的问题，而社区是最贴近长辈生活的地方。许多活动中心和关怀据点的成立，不仅有助于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辈的负担，还能有效延缓长辈老化，让他们心情变得更加愉快。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三民区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长期为社区长辈规划许多课程活动，日前一堂手机平板课就教导长辈学习如何使用手机软体来拍照。厉害的是，长辈们不但很快就学会了，而且马上就能应用，展现超高的学习兴趣。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阿公阿嬷拿着手机平板，认真听着讲师讲解生活实用 APP 的使用方法。过程中遇到问题，还会踊跃跟老师进行讨论。这是手机平板班教导长辈进阶的手机使用技巧。手机的使用，让自己手机的使用帮助你在生活上运用，就是这样子。所以说，策略大概是让长辈快乐啦，轻松一点学啦，学不会再多学几次就好啦。用软体拍摄文件就能轻松记录下清晰的照片，还会帮你自动裁切，使用在证件扫描上十分方便。这些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好用 APP， 长辈来上课后都比子女更加了解。因为以前问他们，他们不会教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问，那现在老师教的我就知道怎么要提问，那我在学习就很快。
对生活很有帮助。对啊，非常有帮助。透过参加关怀站的课程，让长辈学习如何运用手机的使用工具，并发挥到日常生活。以后在遇到使用上的问题，不但不用求助于子女，还能反过来教他们，颠覆阿公阿嬷不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印象。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为了帮助有二度就业需求的妇女朋友，台湾柏林协会长期开办家事管理员和居家陪伴员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环境打扫、辅具使用、膳食烹调以及衣物整理等专业训练。完成后，协会将媒合到有需求的家庭服务，每次开班都受到妇女朋友的高度欢迎。接受专业培训担任家事管理员的林小姐，服务年资累积已经有7年，对于能够再度重回职场，有效率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同时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林小姐觉得很开心。我们的课程有就是比如整烫啊，或者是烹饪啊，还有清洁工作，这三大项吧。我应该是从我们这边出去以后，离学以后，我的工作一直做到现在，所以几乎应该是说满班的状态了。所以只要你认真做，我相信他们都看得到，他们舍不得你走的。和林小姐一样接受培训投入职场的还有这位胡小姐，目前一个月服务的时数达到满班，相当于有3万多的收入，让她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减少生活的经济压力。因为电子工厂照顾小孩比较不方便啊，这个工作就中午休息时间跟晚上休息时间刚好都可以配合小孩周休日，譬如说老人家他没办法打扫，那可能有一些是那个妈妈职业妇女，她可能在家里就没办法打扫，那我们去的话会互相帮忙，就比如说她没办法做，或身体不适还是没时间做，我们就去帮她做。为了帮助有二度就业需求的妇女朋友重返职场，台湾柏林协会长期开办居家陪伴员和家事管理员课程，透过专业的膳食烹调、家庭打扫和衣物整理收纳等130个小时的实务学习，并且通过遴选后，就可以透过协会的安排，媒合到适合的工作环境。那当然基金会督导他会去沟通他的一个内容，还有一些服务的需求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完了之后，督导是带着我的家管员一起到现场去看环境，好，然后跟使用者沟通一些细项的东西，那才完成。因为中间有要顾小孩，我生了第三个，对，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上班，然后我再重新思考说我要在做什么工作是我可以马上的，因为小孩子要衔接要上学了，我就可以出来上班了。根据协会的统计，包括家事管理员和居家陪伴员课程，每期招收约30名学员，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有50多期，每一期顺利媒合就业的妇女朋友高达90%。为了回馈社会，成员更组成志工团队到机构服务，传递温馨。协会也欢迎有需求的二度就业妇女加入培训的行列，再次享受工作中的成就感。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长辈喜欢参加社区据点的活动。三民区爱心社区关怀站虽然设在转角骑楼下，目标并不明显，但是因为社区理事长用心经营，再加上体适能老师热情带动，和长辈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但都踊跃参加课程活动，身体也越来越健康。长辈们跟着老师做运动，不论是伸展操还是拉拉筋骨，长辈们都做得很标准，一下子身体就舒展开来。接着放下音乐，长辈又跟着扭动手脚身体，大家都跳得很开心。我本来这个脚踝不太会走路我一出来这个脚踝就好多了。你等过来我来来家探健康，慢脚筋啊，慢手筋啊，慢滚一世个足舒服的，很快乐呢。不光是在关怀站里活动，长辈们跳的舞曲，还曾经在社区活动里上台表演。老师也会特别挑选长辈喜欢的歌曲，再编排适合的动作。看到长辈都越跳越健康，老师也感到很欣慰。大家安尼穿制服啊，安尼表演个足欢喜啊，有叮当哦，哇，足多人来看，我欢喜。而且他们非常的认真啊，不管刮风啊、下雨啊。都会过来，所以他们对这个非常的有向心力。来，拿桌子。
一般的关怀站都设在活动中心或一楼店面，三民区爱心社区关怀站原本也在大顺路桥下的活动中心，不过因为活动中心要跟着大顺路桥一并拆除，只好把关怀站暂时移到其楼下活动。他们愿意这个地方借给我们，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蛮宽广的，离我家也很近，所以我们椅子啦那些搬过来都很方便啦，一起就唱唱歌啦，还是跳跳舞啦，这样他们是很喜欢说礼拜四这么一天来到。在其楼下的关怀站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不过长辈还是把握每周一次的活动时间来这里活动，不论关怀站长什么样，长辈赚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爱心关怀据点，赞赞赞。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很多人向往在乡下当个快乐的农夫，但其实在都市里也能达成这样的愿望哦。前镇区竹溪里长林金良为了让社区长辈有充实快乐的老年生活，向台塘承租荒废空地提供给里民耕作，打造出一座开心农场，带您一块来看看。都市机能便利，但很难体验到朴实的生活乐趣。前镇区竹溪里长林金良为了让里内的长辈有快乐的老年生活，向台塘承租了他们的荒废空地，将一分半大的土地规划成数十等份后采登记制，让里民承租后自己种菜，打造出这个开心农场。我是讲啊，这开垦哦，里民去使用啊，吼开垦哦，但是开心农场啊，大家。但啊个美化环境啊，大家个啊，透早透暗过来再摘一个有机的蔬菜啊，感觉这小意义工作。丝瓜、茄子、莴苣等各式各样农作物都是长辈们自己种出来的。年纪大了，生活变得乏味。开心农场诞生后，他们每天多了巡菜员这个重要任务。作物熟成后，还能带回家煮来吃。阿公阿嬷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少年老伙仔，咱会当来遮交流啊，活动筋骨，反正足欢喜安尼。开心农场真的就像名字一样，为社区长辈带来开心。认养土地自己耕作，不但能让长辈多多运动，防止智力退化，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为孤单乏味的老年生活增添新的趣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青年港都农民力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2月20号，星期三，农历1月16，适合祭祀、沐浴、开光、祈福。不适合安葬、上梁、入宅、左灶。冲马煞南方，18岁和78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小新，我们明天再会。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苦力。袂歹。一步一曲，一卡一里，阮做伙来用心发现上水的你。每礼拜四营养九点，请准时收看上水的你。深入区里，贴近关心，励志人物温馨故事，就在社区好新闻。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